好了，我们做这一份是 Benin 的 trial，然后它在这边 x 变成 h 减二变成三，然后这一边是四减一，OK，好，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呢，我可以知道它是 square 了，再来减一，OK，我原本是想 modulus 加一，但是 modulus 加一这个不可以，所以它是 square 减一，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的 hx 的话呢，它是二的，我直接先做掉它先，所以它是 h 点点 x 去，然后 x square 减一，就是这样。然后所以我的 e 的这一个呢，我的 m 呢就会是等于六 square 减一，六六36，36减一35，所以它答案就是35。然后还有 h square 减一，就是这样，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OK，好，就是这样。接着我们再来看 1B，它告诉我 f(x) 等于 mx 加 m，然后 f(2x) 是这一个，在这一边呢，它这一个是有一点点的尝试放了一点陷阱在里面，OK，因为有一些学生他们不知道，就是说我的这个 f(2x) 呢，其实是 f(f(x)，然后它就是 f 里面放 f(x)，f(x) 是什么呢？是 mx 加 m。所以它就会变成 m，然后 mx 加 n，然后再加 n，所以它会变成 m square x 加 mm 再加 m。然后我的这一边再来比较，就是说我的这个 m square 跟这个36比较，然后我的这个 mm 的 mm 加 m 跟减21比较。所以在这一边呢，它其实是有两个答案。OK，就是说我在这一边，我有 m square 等于那个36，所以我的 m 等于加减 square root 36，然后等于加减6，可是我的 m 大过零，所以我的 m 等于6，所以我的这一个 mm 加 m 等于减21，所以 6n 加 n 等于减21，7n 等于减21。n 等于减三，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m 等于六，n 等于减三，就是这样。来，我们看第二题，他说减四是 root，减四是 root，然后他要找你的 h，所以你就把这个 x 等于减四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三括弧减四加 h 的 square 等于75。然后我就有减四加 h 的 square 会是等于25，然后我的减四加 h 会是等于加减 square 25等于加减5，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一个是这样，然后我在这一边是这样，所以我就拿到我的减四加 h 等于5和减四加 h 等于减5，所以 h 等于5加4等于9。然后 h 等于减五加四等于减一，所以我的 h 是减一或者是九，所以它答案是减一或者是九。OK，h 等于减一或者是 h 等于九。然后在这边，alpha 跟 beta 是 root for 这一个东西。然后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的 sum of root alpha 加 beta 会是等于三。OK，我们的 sum of root 会是等于那个。减 v per a 这样，然后我的这个 product of root 的情况之下呢，是 alpha 乘 beta，然后它会变成减五，OK，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有 sol 跟 po，然后在这一个它的 equation 是一 per alpha 跟一 per beta 的情况之下，然后我的 sum of root 呢会是等于一 per alpha 加一 per beta。然后我在这一边，我乘 beta 乘 beta 乘 alpha 乘 alpha，所以它就会变成 alpha 加 beta over alpha beta，alpha 加 beta 是三，alpha beta 是减五。然后我的 product of root 的话呢，它是一 per alpha 乘一 per beta，然后是一 per alpha beta，然后一 per 减五，所以我有 x square 减三 per 五 x，然后加减一 per 五等于零。所以五 x 加三 x 减一等于零，所以是五 x 加三 x 减一，五 x 加三 x 减一，所以它这一个的答案会变成五 x
加 3x 减 1， 对， 5x 2加 3x 减 1， 对。好，来这一边这个是 5x 2， 我刚刚不小心没有写到那个 square。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三题，它这一个是0到180度。0到180度里面它有一个 complete cycle。So, 我们知道呢，它这一边这样是全部向上移式，所以它在这一边呢是向上移式，所以我的 Q 会是等于 4， OK， 因为它会移至 Q 等于4。然后过后呢，在这一边的时候，因为它有两什么百八就有 complete， 所以 2x 这边 set 得了。然后在这一个地方呢，我们知道它的 maximum 呢是7，我也可以知道它 minimum 会是 1， OK， 为什么它 minimum 会是 1 呢？来，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啊，在这一边这样，所以这一边是 1， 所以这里相差 3， 这里相差 3， 所以它这一个是 P 会是等于 3， OK， 所以在这边 P 等于 3， Q 等于 4， 这样这一个就是我的答案了， P 等于 3， Q 等于 4， OK， 好，然后接着它要你找 coordinate of P 跟 coordinate of Q。OK， 我们这一些是那个度数的，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一个它我正常的情况之下啦，我们在这边你看啊，如果我有 y 等于 sin 2x 的话，它是这样的，它是一个两个完整，然后这一边是360，然后这边是180，然后这边是90。所以这个是 45， 这个是 135， 这样，所以我就可以知道这个 P 是45度，然后 7， 然后这个是135度，然后135度，然后1，这样 OK， 然后接着我们才会有这边，如果我这个放一个3上去的时候，它这边3跟减3，然后过后呢，它在加4的时候，它才全部一起向上移4嘛， OK， 所以我们这一个它是向上移4，所以它在这一边它是这样， OK， 它就全部一起向上移4的话，它是一个两个完整在这边这样，然后这边是 4， 然后3加4 7， 然后在这一边这一个是 1， 所以它这一个是什么 y 等于 3 sin 2x 加 1， 这样，所以我们的这个 PQ， 所以我的 A 这一边的时候是这样， B 的话我的 P 是45度 7， 然后我的 Q 是135度 1， 然后所以我们看一下答案，它这一边是45度 7， 135度 1， OK， 135度 1， 对。好，来接着下一题，Melvin 他有一条 wire 14.04 米，14.04 米，他这一边他就会变成1404 cm， 因为他们的单位都是 cm， 然后他分成几段，然后每一段都变成一个 square，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square 就是四边一样嘛，这一边4312，然后我们在这一边他就4728，然后接着这一个是4×11，然后它会变成44，然后他问他的 Melvin 可以弄几个 square，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我的 A 呢是12，我的 D 呢是28×12，然后它会变成16，4416它加 16， OK， 这边再加16，所以我的这一个 SN 呢会是等于1404，然后 SN 我们在这边我就 N 分2，然后 2A 加 N 减 1DD 是 16， OK， 等于这一个1404，然后我知道我的这一个 N 分2我其实可以直接这样跟它乘进去，它就可以变得很漂亮，所以它这一个会变成 12N 加8nn 减 1， 然后等于1404， OK， 这个2跟2约掉剩下 12n， 然后这个2跟2约掉 8nn 减 1，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这样跟它乘进去，
所以它就变成12n 加 8n square 减 8n 等于1404，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搬过来，所以它这一边呢就会变成了那个 8n square 加 4n 减1404等于零，全部除四，二 square 加 n 减四32，五四20，351等于零。然后三五一的话呢，我们在这一边我拿到是9×3，没有27×3，27×3，然后39×9啊，算了，来连，27×3，哦，对，它是在这边九，然后这边是 n 2n，然后它这一个是27×3。13，然后27，然后26，加27减，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 n 等于13，n 等于减27不二，这一个 rejected。OK，所以在这一边它 n 等于13的时候，我们 check。OK，我的 n 等于13的时候，13等于那一个13不二，2×12加。13减1×16啊，OK，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这一个是三分二，然后乘括弧2×12加12×16，然后我拿到的答案是1404，对，所以它这一个等于1404 cm，14.04米，OK，所以是正确的。所以答案是13，所以在这一边这一题，它答案是13，OK，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五题，它是一个 straight line，然后 x y 一个 x，然后它要 express y in term of x，OK，so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这个 graph 嘛，我们这一个是我的大 y，这个是我的大 x。我的gradient 呢，我要用高手的方法，就直接很快的，就大 y 减一 over 大 x 减四等于四减一 over 八减四，四减一就三，八减四是四，然后大 x 减四，然后 y 减一，y 等于三分四大 x 减三加一，然后等于三分四 x 减二，OK。所以这一个大 Y 是什么？大 Y 是 xy，xy 等于三分四 x，x 是一分 x，然后减二，OK，在这一边，我们这一边是过四格下三格，过四格下三格，对，OK 好。然后它要 express y in term of x 的话，这样就全部一起除 x 啊，在这边我这个除 x 除 x 除 x 啊。然后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y 了嘛，所以 y 等于三分四 x square 减二分 x，好，这就是我的答案了。OK，然后接着我们再来这一边，它的这一题它也是属于 linear law 的，这个是第五题的 v，然后它要我们找出 p 跟 q 的 value 在这一边，OK，p 跟 q 的 value，OK。它题目是什么东西呢？它在这一边，它告诉我们，那一个 variable x and y 呢，x and y，然后 y 等于 p x 减 q x cube，然后a straight line is obtained by y per x square p 跟 q，哦，这样的话，这一题其实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大 Y per 五加大 X per 四等于一，因为它是 intercept form 嘛，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有大 Y 的五等于减大 X per 四加一，然后大 Y 等于减五 per 四大 X 加一，所以大 Y 是什么呢？就 Y per X 等于减五 per 四 X square。加一，所以 y 等于的减五个是 x cube 加 x，OK，所以它是 e x
减54x cube，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的 p 会是等于一，而 q 是减54，那54减 q 减54，所以 q 是54，所以在这一边我们这个对 p 对一减 q 对的是减54，所以 q 等于54，这样 OK。好，来，刚刚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乘五的时候，这一个应该也要乘五，OK，所以这一边这个是五，然后这一个是5x，OK，所以它是5x，所以我的 p 等于五，q 等于54，所以我在这一边它答案是 p 等于五，q 等于54，OK，所以其实你还是用比较安全的方法会比较好了，就是说我的 gradient 呢是那个什么，这一边是。40，然后这个是05，然后它就零减五个四减零，就减五个四，所以大 Y 等于减五个四 X，然后加五加 C，这个是我的 C，哦，这样会更安全哦。我刚刚就把东西变复杂了，OK，好来，这一题呢，我们就让 burger 是 RMX，那西德玛是 Y，这一个是 Z，所以我第一个 equation 呢是 X 加 Y 加 2Z 等于25块，然后这一个就 2X 加 Y 加 Z 等于20块，然后 X 加 2Y 加 Z 等于19块，这一种题目呢，这一题呢。它是属于那个什么小学奥数，OK，小学奥数，OK，你小学有学奥数的话呢，你这一题你看到的时候你就会做，而且是几秒就做出来了。就是我的 equation 一加 equation 二再加 equation 三的时候，我就有 4x 加 4y 加 4z，然后在这一边1234，64。然后全部一起除4的时候，我就有 x 加 y 加 z 等于16，OK，这个是 equation 4，所以接下来呢就很简单了，你拿 equation 1来减 equation 4，然后 x 减 x 没有 y 减 y 没有，z 减 z，我拿到 z 等于9，然后我的那个 equation 2来减 equation 4的时候，我就有 x 等于4。然后我的 equation 3来减 equation 4的时候呢，我就有 y 等于 3，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们就懂 burger RM4，然后那个什么 nasi lemak 是 RM 3，然后过后 cake 是 RM 9，OK，就是这样，OK，来我们看一下它的答案，hugger x y z，然后这三个 equation，然后他用那种 Hubbs 的方法啦，然后439，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就439，所以 elimination method 应该是将用在这种题目才有它的那一种漂亮的价值嘛，然后超快的，OK，这种题目能够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我很明显的看到，哎，这个两个 cake，这个两个 burger，这个两个 nasi lemak，这样我三个加上来有四个 burger，四个 nasi lemak，四个 cake。所以我们就能够变成这样的一个 equation，很漂亮的一个 equation，然后直接这样减，就能够拿到它的答案了，超快的，OK。好，来，接着在这一边，它有13个学生，他们 enjoy solving puzzle，然后他们就去什么聚会咯，然后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们就互相牵手，find the number of handshake if all shake hand with other。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13 choose two，OK，在这一边它是13 12，OK，就是讲总共全部握了78次手，OK 等于78次，OK，然后在这一边它有三个人他已经是认识对方，然后他们不用握手，这样我们把这三个人握手的3 12减掉，所以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个3 12我拿到的是3。OK，就是讲3次能够减掉。一个心里想啊，我这边有 A、B、C 三个人，所以 A、B、C 三个人的时候呢，就 A、B 握手一次，然后接来 A、C 握手一次，然后接着就 B、C 握手一次，
然后 BA 跟 AB 是一样的嘛，他握手，我 A 跟 B 握手跟 B 跟 A 握手是一样的，他 AB 跟 BA 是一样，所以我们是用 C 而不是用 P，OK，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这一个答案是78，然后这一个的答案是78减3，所以是75，所以它答案是75，好，就是这样，所以这个的答案是78，还有75、78、75。可以，然后接着第八题这一边，它的 PQ，它的 RPQ 是9，这边是9，然后这一些都是它的 radius，然后他说 perimeter of POQ 是19，所以这边就55，所以我两个 radius 加9等于19，所以我的两个 radius 等于10，我的 radius 会是等于5啊，所以我在这边我拿到我的 radius 等于5啊，OK。然后接着呢，他在这边，他要我们找他的 data，所以 S 等于 R 的 data 嘛，所以我的 S 是9，我的 R 是5 data，所以我的 data 是9/5 rate，OK，也就是1.8 rate 啦，OK，好，来我们看一下他的答案是不是1.8 rate，是1.8 rate，然后他要你把它换成 degree，OK，degree 的话呢，我的这一边1.8乘180除3.142除3.142，所以我们在这边我拿到的是103，OK，103度，OK，103.12度，OK。然后 B 的部分它要什么呢？Perimeter of QOR 的话呢，在这一边它要的是什么？它要的是 Perimeter of QOR，那不是简单哦，同样的东西罢了嘛。OK，所以我的这一边呢，其实它这一个是103.12度嘛，或者是我的这一个我给它是 alpha。OK，所以我的 alpha 呢会是等于 pi 减掉 theta，所以它是3.142减掉1.8，所以我们在这边3.142减1.8，所以我在这边我拿到的是1.342，所以它是1.342，所以这一边是3.142减1.8，然后是1.342 rate，然后我们的 QR S 等于 R 的大五乘1.342，然后我们在这一边五乘1.342，然后五乘1.342，然后我拿到的是6.71，所以在这一边它等于6.71。所以 perimeter of 那一个 QOR 呢，会是等于五加五加6.71，然后它变成16.71 cm，就是这样。所以它答案是16.71 cm。好，来我们接着看第九题，它是 location of lobby house and the school，然后他说那个 Ravi 呢？The jog with his distance from his home is twice his distance from school. OK, so 他的距离，他跑步的距离是那个他跟学校的距离的两倍，学校的距离的两倍。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就我的那个他的那个 find the equation of the movement of 那个Ravi movement 在这一边，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它的那个是 x，所以它是 locus P 啊，P x y，然后这一个是 Ravi，这个是 s，所以 P r 呢，Ravi 的那一个 locus 呢是jog with his distance from his home is twice the distance from the from distance from his job with the distance from his home is twice his distance from school. OK，然后在这边berjarak dengan jarak dari rumahnya dua kali jaraknya dari sekolah，所以是 2PS，OK，PR 等于 2PS，所以就是说它的 distance between house 这个是它的 P R，然后 distance from S 就 P
PS 啊，PR 等于二 PS，所以 PR 等于二 PS 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一边它就有 x 减四的 square 加 y 减三的 square 的 square root 等于二，然后在这一边它是x 加二的 square 加 y 减一的 square，减减二变成加一啊，所以它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我左边 square 它。然后我右边我也 square 它，OK，然后这样的情况之下，它就会变成了那一个 x square 减 8x 加16加 y square 减 6y 加9，然后等于 4x square 加 4x 加4加 y square 减 2y 加 1，OK，所以在这一边它就会变成了。这一个是4x square 加 16x 加16加 4y square 减 8y 加 4，然后这一个是这一边，这个其实我直接放来这边不是更美吗？OK 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把这些全部跟它搬过去，OK，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它的那个答案就会变成了那一个4减1，它就变成 3x square 加 3y square 16加这一个 24x 减8加6就减 2y 16加16跟16这边其实它可以直接这个跟这个减掉了4减9减5。等于零，所以是3324减二减五，3324减二减五，在这边我有弄错东西没？OK，好，来，在这一边它这一个是，distance with his distance from his home 是 twice the distance from school。school 是这一个，jogging with his distance from his home, distance from home 是 PR，是2倍 of PS。distance of his home is twice of PS，是啊。它的二放在这一边呢，所以它答案跟我不一样，是因为它二放在这一边。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是代表它是什么？PS 等于 2P，这个是 PS，这个是 PR 等于 2PS，PR 等于 2PS，哎，这个是 R，PR，没有，这个是 P，那个24这边，这一个是。二四是 PR 来的，二四这个是 PR，所以这边这个是 PR 嘞，这个是 PS，所以 PS 等于二 PR，PS 等于二 PR，schema 错吗？我跟我的学生讨论了一下，然后我们觉得是 schema 这边错啊，好，来。接着那个 x-axis is the highway，x-axis 就 y 等于零哦，所以在这一边呢，这个部分呢，v 就 y 等于零，所以就有 3x² 加 24x 减5等于零，然后他问他有没有 touch 到那个 highway，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的这个 v² 减 4ac 等于24² 减4 3减5。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24 square，直接是波西表啦，减四乘三乘减五，然后拿到的是636，哇，哦，它可以，它有碰到海位哦，636大过零，然后它是 two real and distinct roots，所以它就yes，touch，对不对？
highway 不怕死啊，跑步跑到 highway 那边给玻璃撞死的那种，我然后highway 的车子快的那种，OK，文人都加了那一把的 dual 的 bubble beater，OK，好，所以它放 y 等于零，然后再来 v square 减 4ac，这种题目的套路就是这样，放它这样 x axis 等于 y 等于零，然后再来 v square 等于 4ac，y axis 然后就 x 等于零，然后再用 v square 减 4ac 这样。好，第四题这一个我们要找 f prime，所以我的 f 在这一边呢，我们这一个是 y 等于 u over v。所以我的 dy dx 呢，会是等于 vu prime 减 uv prime over v square。所以我的 f prime x 呢是v x 减三 u prime 十 x 减 u 五 x square v prime，然后 x 减三的 square，这样它是这样，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这一个就会变成 10xy，然后减 30x 减 5xy，然后它的分母是那个，它分母是那个 x 减3的 square，所以就 5xy 减 30x 和 x 减3的 square。其实我可以直接 sub e 进去了，但是我觉得，哎呀。既然可以抽的话，我就抽啊，x 减六，然后 x 减三的 square，OK，好，这样是多余的啦，所以我的这一个 f prime e 呢，就是把 e 放进去，五 e square 减三十乘 e，和一减三的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五减三十和四，然后减25和四。来，我们计算机很厉害的，你可以在这边 dx，然后只是它能够做的只是这一种要 sub value 进去的题目了，然后我们能够做的就是拿来检查一下我们的答案对还是错咯，所以 x 等于一放进去，减25个四，对，所以我的答案是减25个四，太好了，所以这一题那是考试出来的时候我们要高兴，减25个四，好。来，在这边 y 是这一个 rate of change of 这一个 rate of change 呢，这一个代表的是 dx dt 等于四，然后它要的是 dy dt 当 x 等于一，so 我在这一边我的这一个题目是要的是这一个，然后它告诉我 y 是这一个东西，然后我就可以找我的 dy dx 哦，OK，so 在这一边。我的 y 是这一个，so 我的 dy dx 会是三五 x 减一 square 再乘五，然后它会变成十五五 x 减一 square，然后我的这一个 dy dt 呢会是等于 dy，然后 dt，然后补 dx 下去，dy dx 是十五五 x 减一的 square，dx dt 是四，所以它就变成六十。然后 5x 减一的 square，然后我的 dy dt 当 x 等于一的时候，它会变成60，5乘一减一的 square 4 square，然后60乘4 square，然后我拿到的是960，所以是960 units x 减一，960 units x 减一，所以它这个的答案是960 units x 减一。好，来。接着下一题，Annie and May are qualified to the semi-final. 然后 the player who first win any two set will entering the final of the tournament. The probability that May win any set 是59. Now 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May will win again after being three set of match. 这一个呢，感觉好像可以用 binomial，可是事实上你不可以用 binomial，为什么呢？因为你用 binomial 的话，它可以是两场就赢了，它这一个是要三场才赢，所以你看在这边你可以是 may 赢，may 没有赢，然后 may 赢，may 没有赢，may 赢，may 没有赢，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的这一个是590，然后这边是490，这个是590，这个是490。
然后这一边也是5-9，这边是4-9，然后他直接赢两场，他就直接赢了嘛。可是现在就不用打了嘛，直接输两场也不用打了嘛。他要第三场的是这一个嘛，妹赢，妹没有赢，妹赢，然后还有妹没有赢嘛。所以这边是5-9和4-9，还有5-9跟4-9。所以他在这边他赢两场的话呢，是这一个。还有这一个，OK，虽然讲这边它也是 win 呢，but 它是 in two game，所以它不对，所以在这一边它是5/9乘4/9再乘5/9，然后这一个呢是4/9乘5/9，然后再乘5/9，然后将这个加上来的时候是。729，5420，然后100，然后100/729，所以它是100/729加100/729，所以是200/729，这样，这个就是我的答案了。所以它答案是200/729。好，来，在这一边，the mass of worker in a certain shopping center are normally distributed with a mean。So 它是 x is normally distributed，它的 mu 等于70，它的 standard deviation 是15，所以它是70/25是吧？这样，the mass that is more than 100是 overweight。OK，find the probability that have mass between 60跟75。So 它现在要的是 probability of 那个 mass between 60跟75。所以我们要的是 probability of 那个 x 在60跟75之间，所以它是 probability of z 在60减70除25，75减70除25，所以它是 probability of z 在这一个是0.4 negative 0.4 negative 0.4，这一个是0.2。OK，所以我们在这一边60减70除以25，然后它拿到的是 negative 0.4，然后这一个0.2，这一个是75减70嘛，所以这一个是75减70，然后它是0.2，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是这样，所以它是 negative 0.4跟0.2之间，在这边。所以它是一减0.2个0.4，0.2个0.4在这边，0.2和0.4，OK，0.2、0.4、0.2个0.4啊，所以它是，哇，4207，所以它是一减掉0.4207。再减掉0.3446，然后有0.2347，所以它答案是0.2347，OK，就是这样而已。好，所以哎呦，这边，好，所以它这个就会变成0.42347，find the probability，好，然后他说25个 overweight。所以在这边我要找 probability of overweight 的 probability for x 大过100等于那个什么 probability of z 大过100减70除25，所以我们在这一边它是100减70除251.2，所以它是 probability of z 大过1.2。所以 probability of z 大过1.2的情况之下，我们在这一边它是1.2，大过1.2是1151，0.1151等于0.1151，所以就是说我的那个25/n 等于0.1151，我的 n 等于25除0.1151，所以我在这一边它是。那个25/0.1151，所以它的答案是217，所以有11%
每十个人里面有每100个人里面有大概12个人，就每十个人里面有大概十个人，每十个人里面有一个人是胖子 overweight，所以是217，OK，就是这样。好，来，在这一边，它三角形 ABC，它告诉我 A 去 C 是 2A，然后 A 去 B 是 8B。然后他要我们找 BC，啊 BC 不是简单，B 去 C 就减 8B 加 2A 哦，就是这样哦。然后他说 AB 等于 4DB，AB 等于 4DB，AB，AB，是整个，是它的4倍，所以这个是 2B 啊。OK，AB 等于 4dB，AB 等于 4dB，所以 AB 是 8B 等于 4dB，所以我的 dB 会是等于 2B 啊。好，BE 等于 EC，BE 等于 EC，然后他要你找 DE 啊，DE 哦，so DE 呢会是 dB 加 BE。OK，然后我们知道那个什么 BE 呢，其实是二分之一 of BC，所以它 DB 是 2B 加二分之一 of BE 减 8B 加 2A，所以它会变成 2B 减 4B 加 A，所以它会变成 A 减 2B，所以它答案是 A 减 2B 减8加 2，所以这个是 2A。然后减 8b，二减八，一减二，所以它是二减八，一减二，所以它是一减二，上一个是二减八，对，好，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3题，我们要 solve 这个 log 的题目，这一题呢，我把这个搬过去，然后它就会变成了 log 3x 加4加 log 3x power 6。等于二 log 三三加七 log 九 x 呗，啊，要换 base 啊，要换 base 啊，OK，要换 base，OK，好，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 log 九 x 呗，它其实是那个二 log 九 x，然后它会变成二 log 三 x per log 三九，然后它会变成二 log 三 x per log 三三 square，然后它会变成了那一个二 log 三 x per 二乘一，然后它会变成 log 三 x，OK，所以它这一个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方法，这一边。变成这一个，再回来这一个，所以它就变成 log 三，然后 x power 六乘三 x 加四，等于 log 三三 square，然后加 log 三 x，也就是 log 三九 x，所以我在这一边我就有 x power 六三 x 加四等于九 x。我有弄错吗？没有，这边有一个七，这边有一个七，所以它在这边是 x power 七，九 x power 七，啊，OK，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我可以把它这一个乘进来，三 x power 七加四 x power 六等于九 x power 七，然后我再把这两个搬过来，我就有。6x power 7减 4x power 6等于0，然后 2x power 6抽出来 3x 减2，等于 0x power 6 3x 减2，所以我的这一个 2x power 6等于0，然后 x 等于0，然后 3x 减2等于 0，x 等于2，然后 log 零，log 零可以的吗？log 零这一个东西是存在的吗？log 零是 max error 吗？所以它这边这样放零进去是不可以的，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我这个 rejected，所以我的 x 等于二。
然后我要 check 我的 x 等于2的时候呢，我在这边我 check 我的 x 等于2，我 check x 等于2的时候，我的 left hand side 是这一个东西。OK， 我的 left hand side 是这一个东西。So 我的 left hand side 等于3乘2，然后这个是2 square， 这个是2。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我就有这一个 alpha log 3，然后3266加20减7，alpha log 9 2 square 是4，然后加6 log 3 2。这样我做错了哦，是吗 ？log 三二 ，log 九二 ，log 三三六加四十，减去 log 九二 square 是四，加六 log 三二，那答案应该是二，将二 log 三三三 square 九九 x power 七，这个九 x power 七。x power 六三 x 加四，然后我们在这一边三 x power 七加四 x power 六九 x， 然后六 x power 六减四 x， 然后抽二出来，三减二 x 等于二个三，怎么啦？这种东西竟然单向的错误二个三，所以它 x 是二个三。然后二分三，二分三，二分三，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它是三乘二分三，就二，然后加上来是六，然后这一个是二分三的 square 就会变成四分九，然后这一个是直接是二分三，对，等于二，对呀、啊。所以我的答案是 x 等于二分三 ，OK， 所以 x 等于二分三，好 ，so x 等于二分三，对。然后 set the length of green tea leaf are given of 这个 mean length by giving your answer in the form of 这一个 mean 就平均哦，加起来除 square root 50加 square root 18加 square root 8，然后除3。OK， 我可以直接拿到答案的。square root 50加 square root 18，然后加 square root 8，除3，老师会被气死掉。啊，笑死我了。OK， 所以他的答案是 10%。OK， 好，然后我们知道这样，那个 square root 50呢，我们知道。square root 50呢，是 square root of 那个5 square 乘2，所以是5 square root 2。square root 18呢，是3 square 乘2，所以它是3 square root 2。square root 8呢，是2 square 乘2，所以是2 square root 2。所以5 square root 2加3 square root 2加2 square root 2除3，然后它会变成10 square root 2除3，所以它是10/3 square root 2。好，对。所以它答案是十分三 square 二。啊 ，OK， 它讲要写 A 了吗？这个应该抽出来变成 A。OK， 好，来这一边呢，我的这个 square 五十呢，其实我是自己心算的，5×5=5 乘5 square。然后其实我们的计算机是可以直接按出来的 square 五十。然后过后我的那个 square 十八也是一样 ，square 十八，然后它会变成三 square 二。然后我的这个 square 八的情况之下呢，它也是可以拿到可是二 square 二这样的一种东西。OK， 可是我自己本身是这样心算，这个五十是五 square 乘二，十八是三 square 乘二，八是二 square 乘二，这样，所以它就可以把它变成这样的一些东西，然后它才会变成这样 square 五 square 就五哦，然后 square 二是 square 二咯，所以五 square 二三 square 二二 square 二就是这样的啦。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其实你还可以这样50等于，然后 shift effect 二乘五十块，也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啦。OK，
好，来我们看第14题，solution by skill drawing is not accepted。OK，它是一个四边形，这边是一个90度，然后它的 AB perpendicular to AD，这边是垂直的，那垂直的。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它叫你找 equation of AD 的 equation，AD 的 equation。So 我们知道那个什么 gradient of AB 会是等于八减六除5.1，八减六就二，5减1是四，所以它会变成1/2。所以我的这个 gradient of AD 呢会是等于减二，因为我们知道 gradient of AB 乘 gradient of AD 会是等于减一，因为它们垂直。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呢，它就会有那一个它经过的点是16，AA 是16，所以我就有。y 减六等于减二 x 减一，然后它变成减二 x 加 x，然后加六，所以 y 等于减二 x 加八，所以这一条线是 y 等于减二 x 加八，然后它要你找那个 coordinate of d，然后 simultaneous equation 呢，这个是我 equation one，这个是我 equation two，所以我 sub one into two 的时候。我就有7x 减二乘减二 x 加八等于39，然后我们在这边7x 加4x 减16等于39，11x 等于加上来55，所以 x 等于5，然后我的 y 就会是减二乘5加八，减3加八减二，所以它这一个是5减二，所以我的 d 会是等于5。减二，所以我们在这边 d 是五减二，然后减二 x 加八，好，c，然后还有我们找 c 的 coordinate，OK，if the area of ABCD 是30 unit square，OK，在这边这个是我给它是 xy，OK。所以它是30 unit square 的时候呢，我们在这边1/2 modulus，然后我们就顺时逆时 E6，然后5减2 XY，然后5八再回 E6，会是等于它是30，所以我乘过来它就变成60 modulus 减2。加 5y 加 8x 加30，然后那一个啊，在这一边放进来，这样，然后再来加3加30减30，减减加加 2x 减 5y，然后再减 8，OK，减8。等于60，这样，所以我的这一个呢，它就会变成了 10x，因为我刚刚在这边乘是加，然后上是减，所以减2加 5y 加 8x 加30减30加 2x 减 5y 减8，然后我这一边加30减30没有了，然后 8x 加 2x 就 10x modulus。然后5y 减 5y 就没有了，哎，5y 减 5y 没有了，对，你看在这边这个 5y 减 5y 也没有了，哎呦，这样好了呢，所以它这边是减10等于60，因为我刚刚拿的时候呢，你一定要逆时，记得你一定要逆时，你没有逆时的情况之下，你在这边你就会出错了，OK，你记得你这边一定要那一个逆时。也就是 anti clockwise，OK，你没有 anti clockwise 的话呢，你会出错，OK，像我现在我有 anti clockwise 啊，我就可以直接 10x 减10等于60，所以 10x 等于70，x 会是等于7，然后我 x 等于7放进这个 sub x 等于7 into equation two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拿到那个答案了，OK，所以它在这一边。
它就会变成了7 7减 2y 等于39，49，然后减39，10等于2y，y 等于5，所以我的 coordinate of c 是75，这样，所以它答案是75，对，75，120，八八八八八，这样，OK。好，来，接着我们再来看第15题，他是一个 football player making a throw in from off the football field。OK，好，在这一边的时候他丢，他的function 是这个 hx 等于减 x 外加 4x 加1.5，然后 h 是他的 height 啊，然后 a 了之后，the initial height when the ball is thrown。就是我的 time 等于零的时候啊，x 等于零哦，所以 ax 等于零的时候，h of 零等于减零再加四乘零加1.5等于1.5，然后 b 的部分，so maximum height of the ball is thrown，OK，这一题呢它有你 b 的部分你可以用那个 dy/dx，你可以用 completing the square，OK，然后可是他现在要的是 maximum 嘛，他没有讲要怎样做嘛，我就直接减 b 二 a 啊，减四分二乘减一等于二，所以我的 h of 二会是等于减二 square 加四乘二加1.5，428减4，然后它就变成5.5，所以它答案是二逗号5.5。OK，来，1.5，哦，你看二，1.52，然后5.5，对，OK，好，然后 C，然后 the distance of the ball from the edge of the field surface，就是它 height 等于零嘛，OK，所以就是说它 height 等于零的时候，零等于减 x 外加 4x 加1.5。然后我就 x 外减 4x 减1.5等于零，OK，然后在这一边我就用减 b 加减 square root 减 4ac 啊，就4加减 square root，然后减4 square 减 4e 减1.5，负2减221，所以它是4加减 square root 等于6。这一边加19/2，所以在这一边我们这个 mod 5 equation 下来，e 等于减4等于减1.5，对，square 二十二啊，四，这个是22。好，我这边弄错了。OK，所以它是这样，4.34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呢，是那个 negative 3多。OK，所以我们的答案就等于4.345。和 negative 0.345，3452，这个 rejected，所以它的答案是4.3452，所以它答案是4.35，哇！刚刚我这样一看到，就直接用这个 formula 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什么用 formula 比较快，OK，而且我就心里想三和二，我要开刮胡很难开，所以我就这样做了。OK，好，就是这样。那 paper one 讨论完了。